当之前的时候，我们有跟各位说过，我们要发行正台币，正台币一块，我们要对美国走，一块的正台币等于一块的美金，美金起我们起，美金落我们落。但是因为1949年的6月15号，6月15日，中华民国以印新台币，用一块把我们的台票40000块给我们换去，咱所有台湾人的财产都去让清清清拿到空空。所以这个时候，换我们之前的时候，咱就要这个钱要给换倒回来，那是真公道的正义，转型正义，天公地道。咱要用一块的正台币要给他换他40000的新台币。我不是跟你说笑，